王佳。哎，小涛，这次旅行啊，双人的往返机票我已经买好了，酒店和景区的门票都订好了，只靠我们开心就行了。这次多亏你了，还要帮我男朋友上班，不然我男朋友都没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是幸福。哎呀，我开心死了。哎，王佳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还要麻烦你送我们到机场。哎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哎，跟你就放心吧，班我一定替你好好的上，业绩什么的我全部帮你拉满。但是你一定要向我保证，一定要让秋秋玩开心。没问题，让我们上车了。王正，土哥，滚滚滚！等我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自己去。等我一下，不是，哎，秋秋，等我一下。王正，你怎么执迷不悟啊？这已经是这个礼拜的第三次了。土哥，我求求你，最后一次，我最后再舔一次。哎，土哥，我求求你，我也不想舔他。可是他对我邪乎，王炸！舔狗的危害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会让你越来越迷失自己，摧毁你的尊严，消耗你的时间和金钱，让你走上不归路。你这是越陷越深啊！本来之前，你也是一个乐观、开朗、有健康爱情观的积极青年，怎么会被舔狗瘾荼毒成这个样子啊？土哥，我错。但是舔狗瘾太难戒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这两天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能再去舔球球了，但是我一停下来我就难受，我心窝子直痒，你懂那种感受吗？那你也要坚守住啊。坚守不住啊。记得第一次，那次我送了一条口红给球球，他笑着对我说谢谢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，心也开始融化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从那次以后我就上瘾了，工作越来越集中不了注意力，每天就想着怎么去取悦球球，精神也变得越来越恍惚。可是每次看到球球对我笑，我就又感觉充满了力量。我知道你也只是一时糊涂，但是作为兄弟，我不能看你这样下去了，我要帮你戒了他。不行，土哥，走！不不不，土哥，我不行。土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给我手机，给我手机，你要忍住，不能和他发信息。你只要坚持住一天，就能战胜自己。不行，土哥，我忍不住他，我要问他在不在，我要问他睡了没，我要跟他说。土哥，土哥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了，那就祝你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你，满脑子都是如何讨好球球，我得转移你的注意力。哦，干什么呀你？发现没有啊？发现什么？你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提过球球了，已经对他没有太大感觉了。再跑两圈，走。走。有点事儿，就没有及时跟你说早安晚安。早安晚安，这是周二的；早安晚安，这是周三的。你真是无药可救啊！拿回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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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回来，够了！我知道你问我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戒不掉就是戒不掉，戒不掉也要戒。我就不相信舔狗瘾这么难戒，你厉害，你来试试。我现在就把球球的闺蜜冷萌推给你，我看你上不上瘾。证明给你看。怎么怎么怎么球球怎么怎么怎么球球，你去洗澡了吗？记得多喝热水哦。记得水温最适合是42度啊、哦、水温最适合是42度。晚安。咻咻咻咻咻。
短陈翔六点半。